你存金。存金买卖存货金，抓紧时间呀。哎呀，冰冰爸爸。啊，这么晚了还不走。我来问你个问题。一日之计在于什么？臣。错在于晚上。因为别人都去打呼噜去了。吕氏成功法第132条讲，只有比别人更加勤奋的努力才能品尝到成功的滋味。为了加快他的进步，这不我带他来加班加点了。可现在都已经晚上10点了。即使是现在，对手仍然在奋笔疾书。孩子不睡觉啊。今天瞌睡流口水，明日痛苦流眼泪。冰冰爸爸，学习只是人生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学习的确不是人生的全部，但是如果说他连这一部分都掌握不了的话，那么我请问他还能干什么？冰冰，唱。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你着什么急呀？人家是成功学讲师，只要使出一成功力，就能把咱们震出内伤。来，吃个果果。咱们可以挡一挡，可是冰冰呢，简直就是大力水手遇到汤姆猫，怪物史瑞克遇上 Hello Kitty， 全无招架之力啊。咱得想个办法帮帮冰冰。我上网搜索一下，生活在亲情高压下的孩子们。天哪，一个孩子不堪家庭重负，离家出走，被小偷偷，被抢劫犯抢，被人贩子拐卖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非得把好好的孩子训练成机械战警，结果一定是崩溃啊。希望冰冰不要变成那样。吕冰冰，好好学，我回来检查你的成果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冰冰被折磨。女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人家是一对父子，就算你拔刀相助除暴安良，也会犯故意杀人罪的。谁要杀人啊？我就是拿个苹果削了给冰冰送去。郭明浩。啊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冰冰不见了。自习室，去了。走廊，去了。卫生间，去了。男卫生间，去了。啊，我喊了。憋屈的火山终于爆发了，倒霉的气球终于被挤爆了。你是说冰冰出走了？啊，就他那呆样，被劫匪抢了怎么办？被人贩子拐走了怎么办？要是再见不到他了怎么办？二十多，你要是把我掐死了怎么办？没有人问怎么办呀？我觉得我们得报警。啊，对。喂，110吗？我报警，我们这儿有个孩子失踪了。啊，失踪时间？15分钟。对，距离孩子失踪时间已经有15分钟了。啊，什么？超过48小时才能报警？我们现在是度日如年，一天就是一年啊。我给您算算，一天有24小时，一小时有60分钟，60分钟乘以24小时等于1440分钟，15分钟除以1440分钟等于15分钟占一天的比例，再乘以365天，这孩子等于失踪了3.8天。警察同志，您说是不是已经失踪了48小时？啊，算不明白。警察同志，我觉得你的数学成绩应该需要提高了，要不要来我们学大报个班？我给您排课补习一下。喂，这挂了。郭明浩，你觉得还不够乱吗？要不要警察把你也抓起来？我现在真希望眼睛一闭一睁，孩子出现呢。郝灵燕，我应该去买彩票。冰冰，你跟狗打起来了？没有，我看到他刚才在楼下被车撞了，我就赶紧下楼去救他。这附近没有宠物医院呀？有动物专家就行。谁呀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
达尔文不是太上老君，活不到今天。就算活着，也在英国赶不过来啊。我是说我。你还懂这个？我对动物解剖知识非常了解，古代庖丁见牛不是牛，我已经到了见狗不是狗的境界了。冰冰，现在不提倡吃狗肉了。再说了，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。我只是想给它动个小手术。手术？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开始。这里就是手术室，那张桌子就是手术台，我就是主刀大夫，你们两个做我的帮手，多谢了。麻醉液和消毒液是我从化学实验室寻摸的，手术刀是童老师的水果刀，缝合线是我从秋裤上蹬的。吕大夫，您确定您要做手术吗？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好吧。手术过程中一定要眼疾手快，脑子灵，不要分心，不要走神儿，特别是郭助理，一定要照顾好童助理，避免女孩出现手术台恐慌症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好，那我们手术开始。消毒。手术刀。血。请不要制造紧张情绪。擦汗。止血。忘了，他晕血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不给力的队友。你说他能缓过来吗？不会那么快的。我说椅子上那个呢？血，那么多的血。手术已经结束了。那么多血，没吓着你吧？你倒是吓着我了。小狗怎么样了？你确定你是救的不是杀他？嗯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他做了处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了。明明，你认识？明明，您是？明明。他也叫明明啊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对明明做了什么？你们是虐狗坏蛋。阿姨，您误会了，您家明明不小心在楼下被车给撞伤了，是这位小童鞋对这个狗进行了简单的伤口处理。真的？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阿姨，您这是？要是明明明天不好的话，我把照片放到网上去，让大家人肉你们。明明宝贝儿，奶奶走了，你看看弟弟有点可怜。这阿姨挺新潮的，还知道人肉。要是明天没好，尽管人肉。哎，冰冰什么时候不口吃了？才发现呀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就从给小狗做手术开始啊。您别着急啊，别着急，你再慢慢说。那天就是因为救小狗就长的。完了完了，老太太来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找地儿躲躲去。哎，看，就是他们。阿姨，那天那事儿真不是我干的，我当时晕血，我晕过去了。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个打杂的。那就是那个小孩。阿姨，那个孩子还是未成年，不懂事儿，您就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。嗯，那可不行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要好好的感谢他的。感谢？要不是那天处理的及时啊，明明这条腿啊就保不住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冰冰在自习室呢，那边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谢谢。没事。想什么呢？我找到了发掘吕冰冰的学习潜能的方法了。你真能解决？解决不了。你，曹老师能解决。
冰冰，闭上眼睛，放松一下好吗？做深呼吸，呼。现在感觉二氧化碳从你的鼻腔中慢慢的呼出来，所有的烦恼和压力也一起被排出去，在你的头顶慢慢汇聚成一个球，越升越高，变得透明，然后啪消失了。吸气，新鲜的氧气进入的肺里，同时美好和放松的心情也一同进入的体内，就像给小狗疗伤，看着健康的小狗向你跑来，亲近你，感谢你，你的体内充满了自信和能量。什么感觉？困。什么感觉？太放松了，我好像很长时间都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太好了，那我能带着这种感觉去做题吗？当然。怎么样？15分，吕冰冰的学习成绩整整提高了15分，真的管用。郭大博士，科普一下呗。我就发现啊，这吕冰冰通过一本书能够对小狗做手术，这说明她的学习能力并不是很差。她是遇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能够全身心的放松，并且投入其中，说明她的学习效率还是很高的。可是对待自己的课业，他总是很紧张，放松不下来，所以说他的学习效率就会很低。而吕冰冰把小狗疗伤的心态放到了学习当中，他的学习成绩立马就提高了。而且呢，我还陪他一块儿做运动，每次做完运动以后，他一做题特别投入。什么运动？郭老师，哎呦，我走你，走你，这么好玩，带我一块儿呗。到，又被格式化了。阿姨，阿姨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？左边右转。他肯定是近视眼。自信的正能量，但是你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，故意杀人罪。你家里人忘词儿了，大力水手知道吗？你不懂得不要说些。自己事你找我。你臭不要脸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太对不起了。被警察抓了怎么办？阿姨，那孩子还是未成年，不懂事。你怎么能成？